اسمي أمين، عمري 22 وأنا من العراق. لقد عشت في الصين لمدة 10 سنوات، وعادة ما أحب تسجيل الأصوات واستخدام مسجل الصوت. كانت زونيي دائماً المدينة التي أتشوق للذهاب إليها، وسمعت أنها مدينة حمراء ذات جمال ساحر وصوت الجيتار الرخيم. هذه المرة دعتني صديقتي العزيزة زنزي للقيام برحلة ممتعة إلى مصر تقصر. سأستخدم مسجل الصوت الخاص بي لتسجيل الرحلة ملونة، وأنا أتطلع بشوق إلى هذه الرحلة.这就是传说中的水上漂吗？他们竟然能在珠子上飘这么久，中国功夫果然厉害。小西告诉我，阁老祖有一个传统而神秘的声音，他一定要带我去听一听。我们阁老祖这个命局啊，有很多个，二十多个，每个的人物色彩他都不一样。温馨的提一下，画这个歪嘴娘子嘛，啊，前头娘子一叫。 是一个逗乐的角色，对对对对对，我记得以前小戏是艺术专业的，这个靠你了，这就交在我身上。好，没问题。给你弄好，这多了，还给你。我感觉要给你弄坏了。那老师就这样涂，一天得能上完吗？以前我们用那个。 وأكثر اللي عجبني إنه الأقنعة، لأنه كنت معهم عم نتدرب عليها وجربنا الأقنعة مع بعض مع الأستاذ، وكانت تجربة حلوة الصراحة. هامين، 走，我带你去吃三幺台。三幺台是哥老族的土语，只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或举办节庆婚礼时才能享用。第一台茶席，宾朋一方来，欢迎三幺台。 第一台是茶席，意为接风洗尘，以米八花生油茶为主。第二台酒席，八仙醉酒，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乐安宁。第二台是酒席，意为八仙醉酒，招待贵客。第三台饭席，四方团圆，宾朋满座，叙说家常。 第三台是饭席，各类主菜上桌，意为四方团圆，和和美美。我发现你们吃的都好健康呀，而且很清淡。我们平时各老师人上山干活是要吃荤的，今天听说有这个远方的客人来，他也问你这的素油茶。谢谢谢谢，这像什么呀？这是鸡蛋，所以我们吃这个鸡蛋的时候，叫做鸿运当头。 你也抠了，哎，不能抠肘子的，要砸自己的头就。鸿运当头啊！鸿运当头。哎呀妈！这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小西，我这两天录了很多声音，但是我觉得还差点什么。郑安吉他的声音。哦，对。那这就是我们和好的一把吉他。 我们的这些小音量啊，这些我们都是自己制作。我们不但要铲这个多余的这两边，我怎么能知道它到了一个我想要的程度？首先是数据，比如说这两头这个高度的话就不能低于六毫米。调整音的时候是调整这里面，调到我们想要的形状。比如说我们把它刨成一个像鸡蛋的小的那一头那种。
小半圆，按种形状。这个工具我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是自己做的。哇。买的就是金属的，木头的才更贴合。那老师，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肯定可以啊，来。我试一下，肯定得画一个小卷卷出来。哎，你肯定不行。对对。这个还是让男生来做吧，你让一下，你让一下。对对对。搞一个这样的卷出来可以吗？简单。慢一点，不要急。看样子你也不太行呀。哎，不不不。行不行，兄弟？不行，我来。慢慢的来。要慢。要慢，哎，哎呦。哎，成功了。果然得到了张老师的赞许。还想再来一次，免费收你当徒弟。好呀，好呀。和张老师体验手工吉他的时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让我很遗憾的就是没有拿到属于自己定制的一个吉他，但是小西给我的小惊喜真是一个又一个。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为了给贵州加了你的导演化的三个综艺，我说了第五个的消息还是够好的，还是的致命了，为了那个要贵州致命了一杯酒。